八年二月四号，欢迎跟我们一起吃年夜饭。去年还没有拜金牛，今年也有拜金牛了。感谢天主，感谢天主。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阿门。叫做诸事顺利，大家一切应心，万事如意。猪年行大运。啊。身体健康。心想事成，诸事大吉。先当大家的一杯酒。好，来，谢以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要叫阿门了。阿门。谢谢快乐，谢谢快乐，谢谢快乐，谢谢快乐。再推他一下手机，啊，那时候没有把握，那时候就交给主。忽然间，我觉得说一个人在神面前有没有能力，使他们一起来，然后唱一首诗歌，然后最后推他手机，哎，他竟然乖乖的进去手机。所以觉得那个祷告的能力，神是在很多人身上才可以做的。不然好了，很多时候我会觉得算了，他不这样，反正就表达几个字，反正我先顺利说完就好了。可是我也是，老板的角度是，啊，我的成本利润都在里面啊，你说没有就没有，就是跟他争取就看，争取有就有，不争取的话就没有。那我觉得这点是我在练习的，也是现在去新的公司之后，主要要练习的部分。对，就是大家这样，不要了，够长了。新的一年在信仰生活上有怎样的自我期许？祭完会又参加，我说百元，我有体力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就是虽然没有没这件事情听起来没有很难，但是我觉得要能够坚定持续一整年时间很难。但是他每一年都是这样子的一个，所以我觉得我其实很幸运。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挫折，然后就觉得累啊，然后如果他又晚回来，就是很多事情，就比如说他，我在带哄小孩，他在旁边打电动的时候啊，就很忙，对，很可恶，我就上来了，对，然后干嘛？我干嘛步入婚姻呢？我喜欢这样的一个大家庭，这样的爸妈，就觉得这在外面可能不见得好找得到，原生家庭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对，就会觉得说那是一些小事，就是你把自己再放开一点。他说我体力可以的话，我常常体力很不 OK， 因为我都很晚睡，但是我都要很早起来，我一定要五点钟要起来，我一定要做足一个小时的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如果没有做足这一个小时的祷告，我没办法撑过这一天的23个小时。就这一次，因为有那个礼仪长，我们就说神父说怎么样，神父说怎么样。其他人就没有话讲，而且这个神父，我们的新校长也说，对，就是按照学到的，就是依赖神，依赖耶稣基督。那个其实冲突一定会有，但是依靠耶稣，我们会有勇气去面对那个冲突。阿门。得到了三件东西。哇！这个是愿望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这个是愿望，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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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三件，一个左。2018。2019了。2019。接触一年多的一个正大的学生，今年多久？第二件事情就是，我希望能够到韩国去看古大恒弟兄。他们家，第三件事就是希望我们家今年能够得着神的祝福，有
新的成员。好，这样啊，三个，对。要渴望主就业，主业。啊，没事。所以你要放慢脚步来去做你现在该做的那一份。